后再切断。这后面是有三层预送料，这里预送料，还有这里预送料啊，这是送料电机。然后这个是 W 型的摆臂，三道摆臂啊，这里是可以调节胀力的，可以加气胀轴啊。是把掉那个带枕，让它那个走得比较平整，因为在热烫之前它必须要平整。这是可以调节温度的，现在是210度。这就是电子远光杆的啊，有如果有色标有材料的可以。看一下，到了数量它就自动停机啊。它可以分批，刚刚30张一批，你看，对，可以再调，把温度再调高一点。这个袋子调就是它的牢固度啊，你看这里啊，我们可以把这个切断，正好切到这里可以进行调整。然后呢，这里是调节机器的速度的，这里呢是调节这个烫刀的温度的啊，你看这里都是烫刀，红烫刀，这是隔热板啊，对，这个是简单功能，这个是要先拉一道啊，它等于是两道拉力，本来正常一般就是后面这道，我们这里还设置一道拉力。